大家好，我是萱萱，欢迎来到我的炫目力。今天我们要做什么？去哪里玩？我们要去的是云顶。Yes。妈咪就给你一个挑战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挑战是什么？噔噔，现在行李是空的，然后呢，妈咪给你的任务就是把萱萱要带的东西呢，就把它放进这个行李。OK， 挑的行李呢要跟妈咪的一样才有得分哦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要开始了啊！开始。要带什么？裙需要吗？我们去跟丁是冷的哦。好棒呀！好了没有？好了。萱萱已经收拾完毕了，她现在很累。OK。然后这一边呢是妈咪准备的 list。OK。所以呢，第一张的呢，妈咪给她的是衣服。哒哒。衣服。很多衣服。OK。然后裤子，我刚才是有看到一件呢。那边，卢卡乐的裤子一件，那一件裤子不了。还有，这些都是裤子啦。鞋子，鞋子不可以放在这里。OK， 鞋子不可以放在这边，是对的。然后，外套，这件呢，白色的。OK， 然后内裤，没有。他刚才想起了，他要去三天，说他拿了。是袜子，袜子有吗？有。袜子呢？拜拜，袜子他也是有拿三个，五分。OK， so 接下来第二面的那一头是比较难一点的，所以这一个会有点分。OK， 我知道。第一个手帕 handkerchief， 他手在哪啊？在这里。OK， 两分。毛巾，哒哒，两分。牙刷和牙膏，呜，有，他还特别要放纸袋。等一下，那个牛奶流出来。但是你觉得牛奶要带吗？这是爸爸妈妈的袋子。
我们放在同一个 bag 同一个 bag 睡衣，很多睡衣。So 呢，现在这边有圈圈答对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十分。OK， 接下来呢，这一张呢是男的，然后如果你答对的话呢，有三分。Rubber band， 橡皮圈。有整双 ，OK， 手有三根，过后 ，medicine 药物 ，medicine， 我都没有生病，但是要带去防备吗？等下萱萱发烧啊，还是什么？我们有药吗？然后尿片都不用你，长大了都不用。但是我们坐长途车可能会急尿嘛，那时候如果没有厕所怎么办？然后这个 shampoo 就是要带你小孩子的洗身体的和洗头发的，因为大人的话怕你敏感。三一个对，所以有三分、五分、十分、三分，所以总共有十八分。失败呀、啊？那妈咪觉得成功一般，因为你很乖，你很厉害，你全部都有自己做起来。如果成功的话，请订阅和分享啊！还有很多炫目味的影片。